这是一张桌子，一个提供我们放置物品的空间。桌子的出现为人类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桌子间接导致了人类成为高智慧生物。但桌子虽然看似强大，它处处不合格的设计却给人类带来了各种不便。最大的问题在于，桌子是硬的。这个先天性设计不良使人类捶伤拳头的频率大增，这是当桌子是软的时候手部可能受伤的几率，这是硬的时候受伤的几率。你可以看到，人类为了自己可悲的情绪管理能力，将怒气发泄在桌子上，却因此伤害了自己。但这难道是我们的错吗？不，不是。身为人类，我们是世界的主宰，适应环境并克服难关是人类的天性。在这场斗争中，要改变的不是我们，而是桌子。嘉义的泡面馆原创滑鼠垫拥有惊人的90×30公分长宽比，覆盖住最有可能被桌子伤害的范围，并利用其厚度高达0.3毫米的优势，吸收桌子对人类拳头造成的作用力，杜绝桌子伤害我们的可能性。嘉义特泡面馆原创滑鼠垫，除了能有效防止桌子攻击我们，也能成为广大电脑用户的最佳护盾。桌子的坚硬程度使得人类无法长时间用键盘打字，它大幅降低了人类使用电脑的频率，影响人类的工作量，成为拖垮现代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。你没有听错，我们社会现在依旧没有飞行车，没有外星球殖民地，没有合理的人行道，其实都是桌子造成的。桌子表面上帮助我们人类进步，实际上控制了人类，用它坚硬的桌板阻挡人类走向下一场科技革命，而我们人类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捶打着桌面。但桌子给我们带来的疼痛感很快就将我们拉入绝望之中，强迫我们意识到人类是渺小而且无助的。不过有了嘉义的泡面馆原创滑鼠垫，你就能将你的手臂和手掌放置在滑鼠垫上，缓解桌子攻击我们的不适感，让你能更加长时间使用键盘，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，向桌子证明自己根本不在乎它的攻击，重新转动能带动社会进步的齿轮。人类与桌子的战争在此刻迎来了转捩点，我们利用自己的智慧与持之以恒的处事能力，使我们得以向宇宙宣告人类的进化仍未结束。让我们向桌子比出中指，让桌子知道他们无法阻止我们成长，人类的未来由我们自己掌控。所以你想成为革命先驱吗？还是想继续待在被桌子压迫的社会中，永远无法翻身呢？嘉义特泡面馆原创滑鼠垫即日起开始预购，另外有事先加入会员即可获得一张会员限定的面甲明信片，红标标志不含在明信片内，需另外加购。